Hello, Stars Hong Kong 嘅朋友，你哋好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エグです。私は日本と香港のハーフです。お父さんは香港人です。お母さんは日本人です。私ね、チョコレート大好き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エコは、我今年22歲，中日混血兒，是一位全職的模特兒和演員，咁有時咧都會寫下 blog 啦，同埋拍下YouTube 片嘅。咁YouTube 片咧主要都係以化妝或美容為主啦，但係我準備都會拍一啲同自己興趣有關嘅片，例如就係動漫啦，或者可能係外星人啊、time travel 有關嘅主題嘅，因為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直以嚟咧去研究嘅嘢啦。咁咧，今日咧就好多謝咧Start Hong Kong 咧去邀請我接受呢個專訪嘅。嗯，可唔可以講下你嘅入行經過咧？其實我想做模特兒呢一個目標咧，係由我細個咧，應該5、6歲開始咧，就已經係係我嘅一直嘅夢想嚟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因為屋企人都怕可能影響我學業啦，咁佢哋都建議我讀完書之後，或者可能讀中學升上高中之後咧，如果自己真係中意呢一行，咁啊自己決定啦。係啦，咁我就大概高中嗰陣時開始正式入行嘅，咁初中都有可能接下一啲私影，就影下相、儲下相咁。咁如果話正式真係入行去做 modeling 啊，或者有時可能客串做下 acting 嗰啲嘢咧，咁就係由高中開始咯。係啦，咁如果話最比較接得最多唔同類型嘅 job 啦，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大嘅 job 咧，咁就係18歲開始咯。咁我想問下你有冇啲咩興趣嘅咧？我興趣有好多㗎，咁例如可能聽下音樂啦、睇電影啦、睇動漫啦，咁同埋我中意睇書嘅，咁書嘅類型咧就係有關心理學啦，或者係同時空有關、宇宙有關、同埋外星人有關嘅書咯。咁我想問下你啦，咁你做咁多 job 嚟講咧，有冇邊一個 job 係好難忘嘅咧？最難忘的 job 應該就是我大概年半之前啦，喺ATV 嗰度咧有一個 job 咧，就係做節目主持人嘅。咁因為其實我不嬲俾人形象都係比較斯斯文文嘅乖乖女咁樣啦，咁都唔似一個運動型嘅女仔，係啦。咁但係就好榮幸咁就接到呢一個 job 啦，咁就係一個體育節目嘅主持人嚟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屬於我自己個人嘅節目咯，即係係由我自己做主角，咁全部都係由我自己一手包辦。咁雖然就比較緊張，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啦，冇其他人幫住我啊咁樣。咁但係都係一次非常難忘嘅經驗，同埋呢個都係一個對我嚟講比較一個好重大的工作咯，係啊。咁嚟緊2017年啦，有咩展望呢？嚟緊2017年，咁我就希望可以接更多唔同類型嘅 job 啦。咁正如我所講啦，因為我不嬲俾人印象咧，都係一個比較純品啊、斯斯文文乖乖女啦。但其實咧，我都好想嘗試下唔同類型嘅角色，或者唔同類型嘅工作嘅。例如可能我係想試下做一啲比較酷啲嘅角色啊，惡啲嘅角色咁樣，或者巴渣啲咁樣咯，係啊，因為我都想試下唔同類型。好，唔該曬。係，多謝。